哇，这个洞好奇怪啊，有点像月亮背的洞，但是，好吧，这好像是一个称王，咱们用盐撒一下试试。这已经是撒了第二遍了，这称王硬是不出来，冬天太冷了，都不想动了。但是有的是方法，我看他是从这个方向跑的，所以说，咱们挖的时候沿着这个方向去挖就行了。再给他来一铲，哇，我摸到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是他的屁股在这里，他现在已经是进退两难了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称王的活动轨迹，就卡在这个地方。幸亏是撒上盐了，这个盐把他嘴巴给吸住了，所以说他没有跑，不然的话这个称王还是比较难搞的，特别像这个天气贼冷。哇，出了好多水，这个都还可以，这个跑了，我就抓着他的鼻子，身体跑进去了，没办法，挖都挖不到，这太难了。啊，我去啊，这啥？妈呀，这个走个路都能磕到他，一只毛蛤，这毛蛤好大呀，这个头。天哪，有半斤了，这边好像是应该是被我踩破的，正好绊到我了。这家伙真的是，看这上面，这壳上面有好多毛毛，所以才叫毛蛤。这里边的肉特别特别肥，也在我们这边也叫毛蛤。这条海鲈鱼小心一点，哎，抓到你了。哇，这身上好像有点滑，天哪！差点让他跑了，这东西，哎呦呦呦！再跑啊！这鱼太调皮了。这条海鱼的话，哎，还跑，弄啥嘞？正好家里边养只猫，这个就留给我们家猫猫吃吧。这鱼皮虾好肥哦，小心点，哎，好的，千万不要被它给扎到了。哦，洗心！天哪，这刺儿我都真的不敢去接近它。哇！啊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这样拿吧，这样拿比较安全一点。这还是打到我了，好像稍微破了一层皮，问题不大，带走。这沙滩上面经常会遇见这种浮漂，这浮漂上面也会有一些藤壶寄生在上面，这藤壶还是算了吧，不要去纠结了。这绑的还算是挺结实的哈。这种浮漂的话，一般都是用来定位的。这个不用管它了，我还以为是垃圾呢。看到这个八字眼的洞了没有？这可不是称王的洞哦，在我们当地啊，这个叫恐龙蛋。这边的泥巴特别特别硬，硬到什么程度？我这个铲子都费劲，特别费力气，而且它藏得很深，我们需要耐心的挖一下，只要挖它一下，它就会出来一些水，还在里边。我天，哇，太深了，这个泥巴太硬了，看能不能抠出来。天，可以，哇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再动两下，再动两下，这个恐龙蛋，给它拿下。哇，我感觉挖这个比挖圣王还要累，这上面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去动它，一动它就呲水，这里边肉也特别特别多，哇。看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恐龙蛋？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的香茅棒，这个比较小，反正都差不多一个品种。看到这个窝沙的螃蟹了没有？估计应该在睡午觉，碰它一下都不动，小心一点。哎，才反应过来吗？早就抓到你了。这蟹子还行。
挺肥的，颜色也特别好看，有没有？还想跑，举手投降了已经。其实恭喜，像现在天气这么冷，这螃蟹都不想怎么动了。要像夏天的螃蟹，就跟打鸡血一样，很容易受伤。在前面有一个窝沙的痕迹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海螺，哇，居然是这个颜色的，真漂亮。我还头一次发现黄色的海螺，而且是这个品种呢，壳是黄色的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就我感觉，身在海边最大的幸福感就是海鲜又能吃又能玩。像大海退潮之后，这种锚蛤就会有很多浮现在沙滩上面，也不知道是晒太阳还是在觅食。我觉得吃东西不应该的，可能是想晒晒太阳的。这个锚蛤的话，蘸着酱油醋加上辣椒，味道绝了。看这两个小螃蟹，好家伙，大过年的给我秀恩爱。你像夏天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两只小螃蟹，而且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要说它们的繁殖能力强，真的一点都不为过。这看得我真的一顿狗粮，赶紧跟它们分开。哎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这分都分不开啊！天哪，算了，你俩好好在一起吧，我走可以了吧？看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须须了没有？这底下有条巴尔鱼，应该是条短腿的。我的这么隐蔽，看到戏板了。我天哪，好大一只哦！这是短腿的。哇，他还想吸我来，放在地上，让你吸我。这附近也没有什么海水，给他简单的擦一擦。像这种软体动物，生来就是敏感的，一摸它就乱动。今天天气比较暖和，你看这猫眼螺都爬出来了。咱们给它清理一下周边，看看这个猫眼螺有多大。我觉得应该不小，看这肉都露出来了。我天哪，给它拿起来，你看底下全部都是沙子，给它擦一下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赶紧挤，再不挤的话这自动缩了都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我就体会不到快乐了。这猫眼螺还是挺肥的，这颗都相对来说已经很大了，就是有点可惜没有第一时间去捏它，不然肯定很爽。哇，舍不得放下来的都。这潮水一退下去哦，像这种小蛤蜊就按耐不住想出来，可能他们也想出来晒晒太阳，但是这样很容易被海鸟给吃掉的。为了不让这个悲剧发生，这个咱们就带走了。我丢我丢丢，我天哪，这家伙从泥巴里边出来的，可能是被我的脚步给惊到了。哇，这家伙也能窝沙，嘿，抓到你了，看这头像不像个青蛙？我天哪，这肚子好大，这个好像怀孕了，这肚子里边有宝宝了。咱们要不然就把它给放生了吧，这毕竟也不容易对吧。嗨，我还以为来了一个大收获，怎么不走啊？啊，这鱼智商很低的，还是不走了，算了，让它自己在那边待着吧，或许待会就窝沙了。哇塞，这啥？这贝壳啊，这是个螺，这里边还有肉，这好像是死掉了吧？你看，扣这个肉，它都不动的。哦，好可惜，但是这个贝壳的话是真的漂亮。嗯，我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了，就是像我抓到的这些比较好看的贝壳，一般都是死掉了，然后这个肉的话慢慢腐烂掉，最后形成了这种漂亮的贝壳。这鞋垫鱼好像是搁浅好久了，看内脏都出来了，看这背面，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像是那种就我们穿的那种鞋垫子，所以我们这边当地就这样叫它的。这个新鲜吗？
这车王都已经爆眼了，看这个眼儿，是不是特别大？这车王应该不小，今天也忘记带盐了，因为这车王的话，用盐我感觉也就那样，很容易跑掉。如果要是没有碰到它的话，咱们还是小心一点，因为但凡有点动静的话，这个车王就会跑。而且跑得很快，虽然冬天反应有点迟钝，但这个铲子小啊，应该差不多。哎，我听到动静了，我好像这个铲子应该是碰到它的壳了。我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哇，这个头还不错，挺大的。咱们把它带到小河边，给它洗干净。看一下，哇，太凉了。虽然没有隔壁的大，但是也可以了。看这沙堆被猫眼螺拱成什么样了都，这成了它城堡了。看这肉，哇，太肥了。来到海边，最喜欢的就是挤猫眼螺，因为主要是捏的时候特别挤啊，你像猫眼螺这个地方，对，就这个部位，这个地方比较锋利，我们以后见到猫眼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。像大海退到最低潮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这种小海星，这种小海星一般我都会用来做标本，因为吃又吃不到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放了吧。这儿还有海虹，这还有，这些海虹可以吃，这可以带回家蘸着酱油吃。这个季节花丹蟹越来越多了，这还有个窝沙呢。瞧，这个好像在睡觉了。我感觉这些小家伙在海边生活特别不容易，这沙滩上面经常会有冻死的，这个还是埋在沙子里边吧，不然的话你要是把它放在沙滩上面一样还是会死掉的。这个猫眼螺应该只剩下壳了，像这种鬼天气，这种壳露在表面的话很容易会被冻死的。这壳说实话一点都不好看了，这个还是扔掉吧，这个不要了。像这大冬天的发现一个海蜇头已经很少见了，现在毕竟天气那么冷， Q 弹 Q 弹的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，硬度可以，不像是那种死了很久了就一捏的话就垮了。看这声音真好，今天晚上有口福了，这个可以带回家做个海蜇丝拌凉菜吃，而且特别好吃味道。